天中午我要和妹妹一起回奶奶家吃饭。你说今天中午奶奶会准备什么给我们吃？我已经让奶奶准备一个惊喜给你了。真的吗？什么惊喜？我好害怕哦！你不要坑我。到了！哇，奶奶在给我们准备好吃的东西啦！好吃吗？美味。阿妈，阿妈吃什么？吃面。奶奶在吃面。戴上这个眼镜好可爱啊！来，我带大家参观一下奶奶的后花园。这些都是爷爷奶奶种的花花草草，然后这个呢是奶奶的少女心宝座。还有很搞笑的是，爷爷居然在花盆里面种了韭菜啊！就是这个，上次长好了之后呢，我吃过一次，还蛮好吃的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拜拜。带着奶奶的礼物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姐，有你的快递。喂，先来拆我刚刚拿到的快递。哇哦，是一双非常好看又帅气的马丁靴。没你份，拿开。我拆奶奶送的礼物。我也拆一个。我猜出来是一个穿着婚纱的公主。哎，我是一个艾莎公主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只想说一句话：娘娘，我爱你。抱紧我。